爸爸，谁比较好看啊？谁比较好看啊？我看一下，看起来还蛮漂亮的。你看起来比较可爱。我说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好，给镜头看啊。好，给镜头看一下，来。喂。镜头看一下。谁比较好看？这个。当然是你啊。七月十七号，星期五的流沙瓶手作，耶！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嘞，我是安佳，我是林，我是坚果。好，那我叫胡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流沙瓶。我们先介绍材料，瓶子，看你要几个做瓶子，然后呢，料粉，看你要什么颜色都行。干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量杯。碳水，然后还有一个加水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吧。第一步就是加水。首先先装水，姐姐先倒五十 cc 给你。五十 cc 在哪里？姐姐加油。他没有写，他只有写六十含三十。那我们先倒到三十吧。你那是刚好准的。好，那我先倒。可以再一些些，那就是三十的一半。加水。那我先倒倒。啊！嘿嘿嘿嘿嘿嘿嘿。要倒多少？倒到瓶子满，确定？要倒到瓶子满吗？这就好点了。那我们先来搅拌一下。你搅拌你的。哇，这是蛇啊！可以吧？我觉得不用擦嘴，擦擦嘴可以再吃。那我可以吗？你的已经加，先搅拌，搅拌。一样，可是可以再浓稠一点。来，我摸摸看，也是一样，可以再浓稠一点，可以再加一些。好，你确定？好，我刚才看到一条界限，怎么会？我看到破绽之线。是破绽之线，断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加自己喜欢的颜料吧。哦，这样可以。颜色，我来选颜色吧。这个好漂亮，这样紫色。那就来个红色吧。哦，桃色。说的往哪个来？好，我要加下去了。这是。我想紫
我开始加亮粉咯，加亮粉神器。好，那我先加。好，先加。哎，那玻璃的，你好大的胆！这也是玻璃的，我好大的胆！大的给你，拿这个给我。哎，这谁用的？小薇也可以啊。好大胆！里面用到的哈，用到的跟姐姐一样用到。先关起来。这不会自己下去？哎呀！没关系，就直接就搅了。还有这个，那不要先搅。你看，心里可以两个一起。做完了是吧？里面有放东西啊？而且要搅拌，那它才会在里面飘来飘去。好，妹妹说不定做出来会很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一直转都转不对？就像飘来飘去。搅拌搅一搅，小猫咪搅拌搅一搅。这样子飘来飘去，妹妹，妹妹，这样飘吗？飘没有人理我，妹妹还是这样子，妹妹，妹妹，你看，还是这样子，妹妹，哎，妹妹来，三二一啊！小可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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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跳的，要跳的，这是章鱼啊。章鱼会跳，第一次看到。但要起飞，像水母一样。章鱼还有一招啊，来摸我一下，来，妈妈摸我一下。来，我知道用什么摸。什么东西？那就跑来跑去。加姐姐的紫色。好啊，那我要加你的一个。来，章鱼还有一招，来，谁要碰我一下，来。吐那个、啊，墨汁哦。好了，不要再加了，太多了啦。那我想要死色。姐姐，你太凶了吧？那就要亮一点。好啊，随便你。好了，随便你了。一样的台词。啊，直接泡泡就在上面。这样子亮一点。哪有亮点？好，我脚给你看，它变得亮一点。有没有变亮了？啊，太多了，姐姐，太多了。淀粉太多，你看你的口都脏死了、啊。太多了就没有那个层次感了，知道吗？哎，真的有哎。好，盖盖下去。我是这个的，随便。好，那我盖下去，看，看，好盖，看，让它整个热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盖，盖子关起来。开始，咬咬，你看把它咬咬。起来！哇，谁最好看？姐姐的太多了，她都没有在摇移动。谁比较好看？我有啊。哎，妹妹的有在慢慢的动，对不对？我有呀。谁比较好看？嗯，当然是妹妹。都不错了。最好看的是哪一个？姐姐的水装的太少了，对不对？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。嗯，我喜欢姐姐那个，可是姐姐那个粉好像太多了。嗯，对。不过你粉加不多，加妹妹这个做的很成功哦，你看，就是刚刚好，对吗？你看，哇！哦，来给镜头看一下，来，镜头看一下。第一个。然后你要把它咬，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。
你太快了吧？好像有点流得太快了，会不会？它里面还有一些空气，所以可以压一压，对不对？来，好好看，看一下猫咪走的。哦，妈妈真的有在流哎！哇，你怎么公公拍出来的颜色怎么好深哈、哦？好。你怎么公公拍出来的颜色怎么好深哈、哦？好蓝哦。看一下，你的亮粉加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对，所以应该颜色不应该找相同的，我看你的对吗？对不对？那今天你怎么变？哎，你跟我换了吗？不是的，那罐这罐的，这罐谁的？你的、啊，你的。你看你们两个四个颜色都加了，所以就很接近了。对可是根本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只加上这颜色是自己调的呀。对，这条颜色。我是。所以你们亮粉加太多了，对吗？有。爸爸谁比较好看？爸爸谁比较好看？这是小的同学做的，然后这是那两罐是他们自己做的。谁比较好看啊？我看一下，看起来还蛮漂亮的，你看起来比较可爱。我说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好，给镜头看啊！好，给镜头看一下，来，给镜头看一下，镜头看一下，谁比较好看？这个当然是你啊！我说这两个谁比较好？这个，这里面有泡泡，很可爱。这里面 还会浮游那个亮晶晶的，很漂亮。这个是谁？是我全部都好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妹妹厉害，对不对？最懂爸爸的心的。啊，下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现这样的下集。拜。你有贾俊霖呢？芭蕾啊，是啊、哦，嗯，对啊，你有录到吗？有，吓死！这整的都是那个、啊，就太贪心了，可能弄来的。对啊。没关系，那你还说 OK？ 嗯，你看你一直加大，他说 OK 啊。好吧，那个是只要从哪边？因为妈妈也不晓得加太多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你们贪心了。对不对？不对。这样。